好耐冇食麻辣火鍋啦，今日咧就要試下呢個網上面好多人講起嘅麻辣鴨血粉絲，頂一頂個辣癮先。品牌由台星賈靜雯同埋細佬一齊創辦，喺台灣好受歡迎噶。舊年年底仲推出咗一款麻辣鴨血粉絲，成日官網一出都會好快賣曬。個煮法好簡單，15分鐘就食得啦，等我即刻試下先。盒入邊有一個調理包同埋一包粉絲。将调理包放在滚水入边翻热10分钟，再煮熟埋个粉丝就搞掂，绝对是懒人的阴谋啊！呢个汤底用了鸡骨啦，同埋好多种不同的辣味香料熬成，真系超香超浓味啊！个汤真的好够辣，而啲鸭血咧。超級足料，因為有三大塊咁多，呢塊只係細嘅啫。個鴨血咧都幾彈牙，而且係冇乜渣，同埋佢索曬嗰啲濃湯嘅辣味，所以好入味啊！或者另外再買啲配料，好似菜、豆泡、豆腐，喺屋企整翻個一人鍋都得㗎。